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迪丽热巴今日机场饭拍图，灰色大衣搭黑色棒球帽，又酷又有气质。2月26日，迪丽热巴今日机场饭拍图，灰色大衣黑色棒球帽，与孤傲男友风叠加，又酷又有气质。热巴脸被遮得严严实实，也可以看出是个美女，举手投足间展现魅力，谁不喜欢大美女呢？期待迪丽热巴的新剧《玉娇既与君初相识》和《安乐传》。热巴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舞台，都给人眼前一亮，私服水准真的太高了。你看这次的灰色的大衣就被她穿出了高级感，简约不简单的穿搭好吸引人。大美女就是私底下也在闪闪发光呀，比起各式华美的礼服，我更爱私服，所以热巴啥时候出个私服穿搭 vlog 好不好哇？不少网友表示，热巴真的好好看，日常服都绝绝子，热巴仪态好好，又展又纤细，让人看了好想搂好想保护她，大美女就是火啊，随便穿搭都能上热搜等等。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大片，双手叉腰秀曲线美，侧身状态引起热议。2月26日，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一组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摄的写真大片，并配文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摄的写真大片，造型甜美，妆容精致，站在白色背景下摆拍，大肆展示曲线美，双手叉腰，霸气十足，侧身状态羡煞旁人。看得出来，该娱乐博主对迪丽热巴侧身状态的评价还是挺高的，但网友们对迪丽热巴侧身状态的评价却与之完全相反。很显然，这是一组迪丽热巴以前拍摄的写真大片，如今再次被翻出，热度依然很高，不到一个小时，阅读量就超过了790万。不过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迪丽热巴是一位很擅长拍摄写真大片的女明星，她拍摄的写真大片一直都很受欢迎，而且迪丽热巴是一位当红女明星，她向来都不缺少热度。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摄的写真大片来看，迪丽热巴穿着一件款式比较显身材的紫色纱裙，不仅采用了镂空设计，而且还采用了收腰设计。迪丽热巴双手叉腰摆拍时，尽显好身材，锁骨曲线和腰部曲线格外吸睛，显得她又纯又玉。在这一组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摄的写真大片中，有多张是迪丽热巴的侧身摆拍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来看，迪丽热巴的侧身状态确实很不错，不仅身材凹凸有致，而且女人味十足，令人有心动的感觉。这也难怪晒照的娱乐博主对迪丽热巴侧身状态的评价如此之高。不过，迪丽热巴的侧身状态并没有获得网友们的好评，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侧身状态很不错，但是很路人，缺少明星气质。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侧身状态有点假，尤其是她的腰，这也太细了吧。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表示秀身材秀得有点太明显了。不可否认，迪丽热巴穿紫色纱裙拍摄写真大片时，侧身状态确实很傲人。不过我个人觉得迪丽热巴的侧身状态并不假，毕竟一直以来迪丽热巴的身材都保持得很不错，而且她也是一位身材很出众的女明星。话说回来，你们觉得迪丽热巴的侧身状态假吗？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感谢观看视频。